所以前几天呢，有人打电话问了师傅，这个修行啊，为什么没有那么顺利呀？一下子进的少，退的很多，该怎么办呢？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。特别在这个环境又没有好的善知识，你看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他们修行很快？因为那个环境不一样，那个环境都是诸善善人聚会一处的，你每一天跟人家在一起的都是那些大智士的、大善知识的，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。再加上诸佛如来，每一天你跟诸佛如来在一起，所以你进步很快呀。那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呢，你看哦，又没有同参道友能够互相的鼓励，又自己又懒得听经，啊，自己又懈怠懒散，再加上这个环上的诱惑，你不退转。才奇怪嘞！哦，所以过去法藏比丘因地修行，就是我们现在的阿弥陀佛。你看他修行的时候，他有没有一帆风顺呢？没有耶，他也是经过很多的挫折，经过很多一些考验，经过很多一些。种种的经验，才能够建立的今天西方极乐世界，才有今天的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。他也不是一帆的风顺啊。那释迦牟尼佛、诸佛如来也是如此，但是他们有一个特点，那我们要特别来学习的。啊，法藏比丘因地修行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虽然没有一帆的风顺，但是他们呢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呢？他只有一个根源，就是忍辱，有耐心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讲一切法得以忍，你没有忍。你修什么法门是不能成就的，这个就是因为它的原因。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？他的真心。所以我们佛法里面讲啊，尽心尽力，这个尽心尽力都是功德圆满的。什么叫做尽心呢？尽心就是沉静的了，你真的沉静。你真的，你的愿，你去教诲，把佛陀的教诲你去落实。佛教我们做，我们去做；佛教我们不可以做，我们就千万不要去做。这样你才能够会有成就，会有成绩。哦，所以很正常。你进门退步，不用着急，只要你明白，诶，我是凡夫嘛，哎，不是圣人。啊，给自己鼓励，我也能够成就像阿弥陀佛那样。首先，你必须要把心坚定，我能够成就，阿弥陀佛都能够成就，为什么我不能成就呢？哪怕是我们不能像阿弥陀佛那样，但是起码我们跟一般的人的区别也不一样啊，这样要信心自己呀。哦，所以你看，我们博斯啊，虽然啊地方小啊，共修人不多，但是最主要你是什么呢？你的尽心，你的尽力，那个才重要的啊！你的尽心尽力能够帮助我们将来，诶。往生西方净土，也不是一件好事了吗？只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
你就是跟阿弥陀佛一样了。你看这么好，这个机会我们不用错过。哎，真的啊，你看这个身上，你看这个世间，万般将不去的，什么都带不走的。你有什么样的金银财宝，将来也带不走。不要说这个身外之物，连我们自己的身体都也带不走。那我们执着，故意执着过，要做什么呢？啊，随缘，只要活得开心法喜，诶，将来时间到了，我们赶快跟阿弥陀佛在一起，那不是很好吗？你说呢？